欢迎大家收看《银河主打星》，我是孙亚威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。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就是哆啦 A 梦，就是小叮当。为什么我也喜欢他？因为我觉得我很像他，不是说我的体型很像他，是我的想象空间跟他一样大。他的那个袋子可以变出很多很多东西来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也是千万不要限制我们的想象空间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事情啊，尤其年纪越来越大的人，他们会觉得啊，事情就是这样子了，没有转圜的那个余地了，就是这样子了，死定了。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像小叮当一样，我们把那个角色跳出来一点点，其实我们把我们想象空间再弄大一点点，搞不好我们想到一些解决的方法。所以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觉得小叮当就好像是藏在我的心里面，我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可能每一个人跟我说不行啊不行啊这样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的，再想一下，用乐观的方式去面对问题啊，就活出这个小叮当的这个精神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，大家试试看吧。原来这是一种体会，被你囚禁